打起精神！哎，将军，昨天。 从这里闯过去！啊！啊！宝镜！宝镜，速携长头来南监门！ 上天牢去了，金枪无头，如何灭妖？来不及了。一到这里，我被困妖。如来佛祖算得二位神将命有此劫，需应劫后方得重返天庭。为免凡间大乱，天帝特令扫踏仙宝镜戴罪立功，下界寻得转世神将，除一角降蛟龙，脱凡成圣。佛祖，宝镜仙家，本座自以护身法医一道，你解。 肉黑无肉，凡子多啊！千金放下，大道可怕。你是不是真是狐狸？很迟缓，肾气不足。服装陈具无力，按之起大，涣散不收。来吧你！哎呦，相公，相公，勿动怒。 无用镜乃老君法器，凡人对镜无益，唯现神仙妖魔。你娘子实为碧铜银壶，昨日你亲眼所见，为何执迷不悟？今日小仙便让他无所遁形。相公，道长，我疑心师父夫君，从未有过害人之心，您为何要苦苦纠缠？ 就算我是妖，难道妖就不配存世吗？他现已精气溃散，你虽无意害人，人人妖结合，终究有违天罡。我劝你呀，还敢在这妖言惑众！皇城之内，不容放肆。将军，夫君因姐姐受辱才过分恼怒，还请您不要降罪于他。 他拿着块破镜子，不知道使了什么妖法，偏要污蔑我娘子是什么狐狸精。我来看看。你行，世人无影。哎，秦大哥，你刚刚没有听他说吗？凡人啊，对镜无影，唯现哎神仙妖魔。哎，哈。什么嘛！我还以为真能看见狐狸精呢。既然是一场误会，以后行事切莫冲动。走吧。多谢将军。多谢将军。走吧，娘子。你以后切莫胡言乱语，别再惹事端了。未收金吧。将军，我是来寻你的。秦将军。 我去看小王爷，他近月被噩梦缠身。无妨。嗯。哎，将军，我能帮你。你便是那身怀宝镜的仙家。都是自家人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嗯。王爷，此人乃江湖骗子，不能轻信。哎。此事绝非耸人听闻。 自梦魇以来，本王身上无故出现蛟龙爪印。梦中所示，只有身怀宝镜的仙家找到二位神将，才能迎刃而解。我怎么看，像有人挠出来的。 本王依稀记得，与蛟龙迎战的神将，还有另外一人，不知此人身在何处？蛟龙为东方青龙七宿角木蛟，角木蛟五行属木。你为青龙七宿为火虎，他为白虎七宿某日鸡，双属火，火克木，因此另一个人的姓中。 必属火，故弄玄虚。故弄玄虚，你慢！仙人指路，神徒。 月雷，某秀近日忠义之兆，神将现在就在长安。阁下果然是仙人。那此妖物为何会缠上王爷？凡妖王魔首，若肆虐人间，必以最尊荣之身为首选呢。啊！ 你的意思是，贵人，若想摆脱妖物，唯有神将相助。现下贵人梦中已明示，那……秦统军，你可愿为本王奔波？为王爷效力，万死不辞。好，事不宜迟。 立刻召集姓名属火的文官武将前来本王府查验。是。你不行，下一个。 下一个，3日下来一无所获，如此劳师动众，只怕……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如果真按仙人所言，本王始登，本王自有安排，你就不必多虑了。王爷，快来帮帮王啊！哎呀，快！哎呀，往哪儿跑？快！这憨子什么来头？这是招赘南部的尉迟将军，素日有些不拘小节。哎呀，抓住！胡闹！ 昨日才南征归来，不在府上陪你娘，你来我府上闹什么？王爷误会了，属下接到通传才来的。这不，我娘特意让我带本礼来。真是，哎，我说你，尉迟，只因属火。他要是神将的话，只怕大鹅也能成精了。同传有误，你先下去吧。嗯，走吧，走吧。是是。 王爷，这个鹅您得收下。哎，徒弟，住了！果然是你这个憨子！看错了。 给我的荷包不见了，定是落在王阿婆家了。我去取。哎，姐姐，你别去了，我去吧。我是男人，脚程快。你拿下。那你当心啊。嗯。在这儿呢。私通娇女，脱去她的顶戴，朕贬你过凡为畜。父王，若无此酒，我亦可成仙。好好，姑娘，哎，姑娘，你们这儿已经收摊了吗？没事，你二位坐吧。 好好好，坐坐。这么晚了，您二老才从城外归来？我们不是出城，我们是进城，来找我女儿的。找女儿？对呀，上个月我女儿来城里求供，到现在连个信儿都没有。这不，最近不太平，我们老两口。 实在担心的没办法，这才进城的。您二老呀，也别太担心了。你女儿在京中，可还有亲人？没有亲人，要有亲人，我们就不这么还是不行了。严兄啊，王爷所说的机密任务到底是什么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这些斩妖除魔的小事。斩妖除魔？嗯，世上哪有什么妖魔？别跑！哎，岳师兄！哎，喂！哎，不能再等了。那可否告知你们的女儿长什么样？我女儿长得可漂亮了，你等一下，你看。这么厉害，音乐，音乐，啊！你离那么远怎么下毒血了？哇，这么厉害啊！啊！完了！老子在凡间只能用3次法力，现在连保命的机会都没了。大千，我就是一朵娇弱的花啊！蠢蛮子，现在只能靠你们了。靠我们？嗯，是。你我实为转世神将，起初我也颇有疑虑，只是今日所见。实在让人不得不信，小爷我竟然是神仙，难怪我刚刚那么神勇。那是，算了。哎，我此次下凡就是为了助你2人化神降妖。今日蛟龙不知为何出现在此，竟然还灵台混浊，狂性大发。方才我观其魔气动荡，定是强行化形伤及了元气。不能再等了，爹娘！爹，爹，爹！娘，娘，娘！娘，你醒醒啊！姑娘，哎呦，没成想老师竟然生了一个神仙儿子，以后啊还要麻烦大仙多多照顾他。娘，您先出去吧。好，我去给祖先上上香，告诉他们以后我就是神仙他娘了。哎呦。我我等是何神何仙呢？啊、你乃北天门神将日，他为南天门神将神荼。那你是什么神仙？我不会是小喽啰吧？放屁！老子原身是千年桃树，受过路菩萨点化成仙。道不知道你道出多少。眼下你没了法力。 我们如何制住那只蛟妖？蛟龙，实为仙家独母，法力深不可测。但其内丹曾受你等法印所伤，故唯有你二人脱凡成圣，再登神位，方能御其一战。如何脱凡？哎，得金鸡之冠，猛虎之目为记，请起天门。 弃千金，越天门，即可脱凡成仙。只是昨日蛟龙已堪堪化形，若他先一步在人间找回已久，已久。昔年龙九皇子自削蛟角，眨眼成魔。然兽角乃灵力汇聚之处。 眼下他元气大伤，潜伏凡间，势必要去寻遗角，以复法力。这天大地大的，上哪儿找这角去？扔下就少打岔。蛟角非凡物，落入凡间300年，受尽烟火气，恐怕早已脱生成人，忘却前尘。啊！此人是男是女，有何特征？不得而知。 但自古灵物相克，我随身的无用镜本为上古灵物，若遇上以角转世之人，势必相伤。因此，若我们先一步找到蛟角转世之人，必得处置，一绝后患。不过当务之急便是找到成仙祭品，早做准备。秦将军，映月姑娘让我来通报一声，那位姑娘醒了。 哎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大仙，我吃坏肚子，改日同去，改日同去。哎，好处是，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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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。 都看清楚了吧？莫让旁人瞧出来了。大仙，我回来天庭会帮你们美言几句的。谢谢大仙。大仙，你这是？昨夜昏迷之际，我依稀看到你用仙法逼退妖怪。大仙，求您替我爹娘报仇，小女来世。 愿做牛做马。姑娘，你在京中可还有亲人？求公被刺，双亲离世，这世上已无我容身之处。姐姐，这个姐姐好可怜啊。 我们收留他好不好？是啊，小嫂子，云屯担事儿多一个人帮你也好。嗯，你决定就好。你不嫌弃就好。对了，还不知道你的闺名。娇言，多谢各位。哎、怎么把这丫头带来了？这虎狼之地的，一会儿打起来，谁顾得上她呀？虎岭多鬼路，我自小在山下长大，由我来带路最合适不过了。只是若能助你们早日成仙，也算为我爹娘在天之灵了。世道轮回而已嘛，今生父子，来世仇敌，无谓结怀。没一句好听的，你少说，话多你。说也奇怪，都走了两个时辰，连一只老虎都没见到。莫说老虎啊，连只麻雀都没有。这里实在是太安静了。你们以为找祭品那么容易呢？所谓猛虎，须得吼声能惊骇到神仙方可。其谋上3寸毛发，被称为猛虎之目。要让神仙害怕，那可谓是。 玉池，啊，嗯，哎呦，你脚扭伤了怎么下山？哎，上小爷背上来，快！ 爹，多吃点。嗯。当家都回来了。当家的。人间烟火气最盛之处，可使万物生长。此处生气甚是浓郁。你要干什么？本座来找一样东西。 这都最后一家鸡舍了，哪有什么禁忌呀？佛家讲究机缘嘛，时机到了，吉尼自然就会来了。行，你吹吧，吹。嗯，有动静。快到惊奇，追！啊！哎，待在此处别动。 你似乎很担心他们。往哪儿跑？那日设局，你本只要我引他们来，待你化形杀了他们便是。为何你竟不敌遁去，还叫我混入他们之中？那神仙身负护身法印，我现法力未复，进不了他们的身。 你既心急寻找遗角恢复法力，又何必再分神理会他们？现下遗角未得，若本座太过招摇，必定会引得天庭注意。但他人曾伤我灵丹，若重登神位，势必影响本座大业，因此必须有人替本座免除后患。只是，本座向来最讨厌话多的人。 若非本座充引之时为你打下雷劫，你早已魂飞魄散。现在你取得他们的信任，若你生了异心，我只是害怕神仙发现我的身份。待我寻回已久，大业得成，我们便不用再忌惮这些神仙了。 跑啊！往哪儿跑你？啊！出去！堵着！后退！ 过来帮忙！啊！右边，右边！ 不要忘了我派你来的目的。哎呦，不是我不想救你。 因为我刚刚脚滑了嘛。急救。好了，他已没了法力，又不会武功。说是这么说。 那是。 高歌，我等化神要下一个来做什么？咱们回到天庭还得有人帮忙吗？不是，还在说我的钱。 为器，成拜天门，千金请起。为器，成拜天门，千金请起。 是不是你们钱没带够？你说佛祖要千金，我们已把府内所有的财物全搬过来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我说，这到底行不行？玉师兄将军，不好，必是那黄鼠狼有毒。 小妍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我只是想起爹娘。死者已矣，还是多想想今后。让开，让开！让一让！哎，他怎么了？他中毒了。 去找大夫！哎，好，找大夫，走，找大夫。你，老金，还不快走！哦，音乐姐，你顾着摊子，我去帮忙。果然是他在捣鼓。若如此，那必须先将他体内的毒液吸出。只是。 按我的药方去抓药啊！对不起。再给这位姑娘熬一碗盐水清胃。好，这边。哎呀，教员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快，准备盐水。我怕得很，你替我去吧。好吧。谢谢老哥，谢谢老哥。回去吧。啊。我有事禀报。无相啊！现下你有了这个把柄，足以让他们怀疑宝剑，不再成仙，那便不必再取他们性命。我自有安排。快5更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还想再逛会儿呢。哎呀，好。 我想去给那蛮子买点补药，要不是我当时怕死没去救他。算了，他会明白的。嗯。哎，好，找大夫，走，找大夫。 教爷，速来！我娘让我把这个给你，给我做什么？穷绝知我意，画中心上人。小嫂子教我的。我去抓药了。哦哦哦！哎呀！你醒了、啊，伤好点了吗？好了。看来宝剑的补药还是有效。什么补药？怎么，他没有来过吗？这小子怕我生气，恐怕是没脸露面了。哎，我倒是奇怪啊，昨晚他把镜子落我这儿了。镜子啊！救命啊！啊，影星，影星，来，慢点。怎么了？秦大哥，石大哥，危险！什么危险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姐姐呢？今早我去城外摸泥鳅，竟发现河里有一条巨蟒。我吓得叫出了声，我想逃，这时候宝镜大哥追了过来，要杀我。你确定那个人是宝镜？是，就是他，他还在你府里扫了两只妖怪，要害你。我久去未归，姐姐一定会去河边寻我，快去救姐姐！来人，速请大夫！是你快去呀！尉迟，我们先去河边看一下。走，走。小玩意儿嘞，荷包箱拿来看一看吧。小嫂子叫我来这里做什么？今日以来发生的事情太过可怖，我实在是担心。宝剑，他二人是否必须成仙？天命所趋，势必成仙。小嫂子，如果真的担心他们，还是趁早离开吧。离开？你可知你是那蛟龙蚁脚，若被人发现，势必被蛟龙夺心，以复其法力。届时不仅是你，所有人都将性命堪忧。音乐姐，她是蛟龙蚁脚，她……你不是音乐。音乐，你是蛟龙的人，你到底是谁？没事吧？我怎会在这里啊？你被宝镜，被那个妖仙推入河里，你还记得吗？宝镜，我只记得我在滩上。滩上。忽然眼前一黑。许是受了惊吓，你就不要再逼问姐姐了。姐姐。你先好好休息，先别管这么多了。音乐节怎么会落水呢？快点！你们是什么妖怪？小人，不，小妖原本是那无名山中的猪鼻老鼠。将军，我等无相不通法术，只有变化之能。我们奉保境大仙之命，待命于此，不会做伤天害理之事，不会做的。妖就是妖，还想狡辩？算了吧，放他们走吧。他们说的不像假话。是。你等速速离开长安，来日若敢害人，杀无赦。谢谢将军，谢谢将军。这些妖怪没吓着你吧？我们今日才得知，宝镜竟然是妖仙。他不仅打伤了应星，还要杀死应月。 应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不明白？你可真的是愚蠢至极啊！蛟龙，你是蛟龙。 原来你一早就潜伏在我们身边，难怪。你想去告密啊？我身负佛祖法印，你杀不了我。谁说我要杀你？做个选择吧，是你亲眼 看着我毁了这具肉身，或者是慢慢看着你折磨自己。不要！哈哈哈！没想到啊！ 这一世，助我要他二人性命的，还是你。若蛟龙知道了映月姐就是泥角，映月姐必死无疑。但他几人都对我有恩，既然成仙无望，只要不再生事端， 他们便不至于丢了性命。萧炎，给我去买点韭菜。萧炎，快点儿！来了。快来！好事想必是成了。都几日了，还这样闷闷不乐？ 我想宝镜也许是有什么苦衷，毕竟他伤你二人，私藏妖类，证据确凿，何谈苦衷？别想了，一会儿应星打酒也该回来了，我去打点水煮面。我来帮你。 镜子，这里怎么会有镜子啊？音乐，无用镜乃老君法器，入水不沉，遇火不化。 老秦，我酒买回来了。钱袋子。 宝剑，隐形就是蛟龙。你说什么？是我说糊了。蛟龙一直在我们身边，如果早点察觉，就不会有人枉死。隐形是蛟龙。 伸到了应星身上，除非为了应月，你早也知道。但你藏在府里的妖怪，我们亲眼所见。 姐姐，姐姐的荷包旧了，咱们一起去买个新的好吗？姐姐喜欢，那就多买几个啊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可能？ 不是我弟弟！月，蛟龙一角。 居然是你！你要杀我！你居然要杀我！ 不要！妖怪，你把弟弟还给我！音乐，音乐，音乐，音乐。 不行！老七，我骗你们说做神仙很好，骗你们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其实你们若想成仙，需抽出三魂六魄，于昔日辰时碾作仙骨，反体其于天门外，为不食人间混乱，会有妖怪神像与你二人余魄作为假身，代替你们作为凡人活下去。所以我才在府中安排了两位武将。你是说，成仙了之后，我再也不能见我娘了？一旦成仙，亲友不可知，万事不相见。我担心你们无法抛下尘世间的杂事，天庭会治我死罪。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说了谎。老七，老七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千金放下。原来佛所说的是心中的执念。老七，野蛮子，我欠你的已经还了，去土地庙召回无暇，降服蛟龙，不要再让更多的人枉死，放下，一定要，一定要放下。老七，老七。音乐姐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贪生怕死，受蛟龙威胁，没有把真相告诉你。我已经尽力了，却不想，还是害死了你。你说什么？秦大哥，你和蛟龙是一伙的。我要你为他偿命！前往急骤，你又缺席，真打算在这里躲一辈子？他是妖。 你可知军中谣言四起，说你我有叛唐之心。3日之后洛阳之战，你我不能不去。他是妖，我知道。小嫂子枉死。 我不想亲手杀了你，滚！我滚！ 从洛阳回来，成仙，养好伤，不要在战场上丢了命。故事到这儿，可谓是山雨欲来，黑云压城。那秦与尉迟2位小子奉天子之命出征洛阳，秦将军用兵如神，尉迟将军一夫当关，兵威已振。 势如破竹，数节之后，大捷而归。孰料大军归程途中，却见沿路生灵涂炭，原来是那蛟龙作恶，不断食人，只待青天一战。 没事啊。 此次洛阳大捷，你与尉迟功不可没。父王已下旨，赐你2人封侯，3日之后行封侯大礼。哼哼，贤弟啊，现在你已官居高位，本王是时候喝你的喜酒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皮已无用了。先前误会，多有得罪，还请二位见谅。神荼将军哪里的话，我等小妖受庇于土地庙，能为天庭做事，实属三生有幸。今后二位待我等而活，一生束缚，与之在此拜谢。 天门化神除妖，的原身是千年桃树。桃木科学。再撑一颗。好。有儿滥杀无辜，孽障累累，时至今日，你还不知错？老夫教子无方，铸成大错，愿再受刑罚500年。 呆子受过，求天地应允。 且慢，一念愚即般若觉，一念智即般若神。蛟龙作业本源于执念，今日将其诛杀，也不过徒添杀业。 不如交由本座带回灵山教法，也不枉其父再受刑500。二位将军，在。两位将军为天有功，天庭感其周流。此秦统军左四门天神。 守卫南天门，此尉迟将军右四门天神，守卫北天门。神仆郁垒二位神将舍身取义，诛灭蛟龙的事情在凡间口耳相传，天下百姓广贴门神画像，法相千万皆可变要挟。